请问你愿意大方的公布就是尺寸的部分吗？就是要我自己拉就对。这个数字的部分它是到这里的。所以这个一般来说是要两只手。二三。啊！请求回流，怪求你。耶、yeah, ！小记者大爆料，观众朋友，你们最期待的直击的部分呢？这一次我请到了一位呢，堪称是又赞又壮又大，需要用皮尺来量的男神。先生您好，请问今天是指压还是油压呢？我们有全身按摩的服务。全套还有局部，还有一些就是私人部位保养、哦、我们一条龙的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要一条龙、哦。那麻烦这个纸内裤，请先换一下。请问你愿意大方的公布就是尺寸的部分吗？是不是要我自己拉就对？它一拉就是三公分，一拉就是三公分。这个数字的部分它是到这里的。我有保留零点几，保留零点几，所以这个一般来说是要两只手。好，我想到一个核心挑战，可以让你飞起来，头抬到侧面，然后你把你的脚卷起来，卷到我的上身这边，还可以再多一点。好，然后我会撑着你的腰，你要用你的力量，二三，啊！请求回流，怪求你，像个超人一样，不看，没有。我没有让你飞起来，我怕滴口水下去。欸、你要确定我们能播哦。哎、欸，好害羞哦。还是我们节目就到这边了，已经达到节目的新高峰了。耶、yeah! ，终于飞起来了。男生一定要学这招，因为一上来以后就是四目交接，然后他也跑不掉，因为他也不能下去啊。你要去哪里？不小心，不小心撑不住他，也不是你的错。对，也不是你的。今天除了。来这个帮大家解惑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，因为主轴最近有一个跟健身相关的产品，对，是健身书。我的书名叫做《腹肌公式》，那顾名思义就是你看着这本书，可以像套用公式一样练出腹肌了。只要套用你的肌肉量、脂肪量跟体重，就可以算出你要练出腹肌大概要多长的时间。我们在卖的不是产品，而是新的一种健身理念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书，还有支持我的健身品牌 Fitness Hero。大家也要持续关注我们小记者大爆料哦，我们的直击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By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奕杰。